你疯了，你给我闭嘴。侯爷既然心中无愧，干什么让我闭嘴呀？我跟云舒月的事情没人比你更清楚。今天云舒月大婚，我本不想前来，是你和祖母拿着家中声誉、弟弟前程，拿着林氏一族女儿的教养逼迫于我。我不想让府中难堪，才答应替云舒月送嫁，甚至还忍了她拿着我母亲的嫁妆来充门面。可谁想到你们得寸进尺，居然在四皇子府里谋害于我，想要毁我清白，便带着冯小姐一起也险些丧命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会害你？我图什么？图什么就只有侯爷自己知道了。那狼楼冰湖并不偏僻，可周围却跟提前清场了一样，没有半个人影。四皇子殿下府里这些护卫是都死绝了吗？整个狼楼周围不见半死人烟，任由歹人朝着我和关关下手却无人阻拦。到底是四皇子府穷得连护卫都养不起了，还是早就有人内外勾结？这些都是意外。不是意外。云素音朝着阿罗看了一眼，阿罗直接上前展开掌心时，里头握着一枚鸳鸯佩。这不是刘小姐的玉佩？不是我玉佩之前就丢了。那可真巧，这鸳鸯佩是我和小姐在找到冯小姐的时候她手里握着的，她被人从冰湖旁边的廊桥上推了下去，慌乱之下从凶手身上扯下了这东西，冯小姐运气好砸在了冰窟之中，抓住了岸边的枯木，才能撑到我和小姐找到了她。当时冯小姐身受重伤，小姐便背着她去了那亭子里被封之处，让我去找冯夫人过来，没想到我才刚走，小姐就出了事。我女儿到底怎么得罪你了，竟叫你对得下这种狠手？你居然想要置她于死地？不是我没推她，定然是你。之前在花厅那边，你故意寻衅元二小姐，拿她跟四皇子的婚事嘲讽于她，结果被元二小姐反驳之后就想动手，后来是冯小姐出面拦住，又扫了你的颜面，你肯定是记恨于她才朝着她下死手的。而且元二小姐这样说不定也是你。你别胡说八道，不过是几句口角，怎么就能说是我女儿对她下死手的？娇娇她不会的，那玉佩定然是她不小心丢了。哼，关关亲口说的，这东西是她从害她的人身上扯下来的。是有人想要陷害娇娇。她哪来那么大的脸呢？谁都不陷害就害她。你要是没瞎就看看她这张脸，心慌意乱，满眼心虚，恨不得将我是凶手几个大字都写在脸上。你跟我说别人害她？母亲，母亲，我没有。 你别信她。你信口雌黄，娇娇是闺中女儿，被你冤枉怎么能不害怕？单凭着一枚玉佩怎么能定娇娇的罪？是不是害怕审了就知道。万军，把人抓出来。是王爷。